来，社长讲一下这里的地形的功力。你有没有看到地下这边都有一个凹洞？看，主峰前面有没有一个凹洞？来，再过来。等网子快满了啦，除了钓点和位置还有鱼种这些钓法以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度，你深度一定要调对，你不能整天在半层或者是底层，你要针对什么鱼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调到它的金目鲈。来，钓鱼来，我弄翻，我丢，这个是翻，你给关起来，这个，呼呼呼，成功翻出来，第二咖冰箱满了，快关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台湾爱钓鱼社长，我是邱义龙哦。今天早上现在几点？5:10，我2点多就从桃园下来了，因为啊，最近拍了一些海钓场啊，很多的朋友啊都告诉社长说。其实还有很多很特别的海钓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又来到彰化深港一池海钓场拍摄哦。然后有什么特别呢？他说那边的水非常的清澈，就像泉水一样，还看得到鱼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而且收费非常便宜哦。哦，那我们就前往采访看看，好不好？这里好像快到咯，听说是在这个桥下回转。哦，一池海钓场。真的有一池哦，不是两池哦，一池，一池海钓场真的是一池。我们到咯。不知道老板认不认识我？嗨，小鱼哥！嗨，邱社长！静哥！这个场子，因为社长今天怕寂寞，顺便带了两个杀手来，我们的 YouTube 李小鱼，社长，阿信社长，这个都是杀手等级的。哇，又想也来了，躲一下，有什么好躲的？不是杀手的。看的结果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鱼很多，鱼很多，靠技术。确定吗？对，鱼很多。听说都是鱼。听说很水很清的，水真的很清，真的吗？水真的很清。现在什么钓法？我刚刚有做功课，基本上还是活饵钓法比较好一点，是吧？对，他这边有放海水进来。今天不知道要放什么吗？他这么早来，你们了解一下怎么收费？哇，又是12个小时！我们北部真的没有这种场，没有这种场，真的没有这种场。你去开价，没办法。你们南部为什么收费都那么便宜？南部人热情又大方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开箱一池钓鱼池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好，来准备。现在我们要开单了哈。3只杆子，老板娘你好。好，我们要钓鱼，三杆。三杆好。三杆好。哎，三杆。好。我们都会给你半小时准备。好，谢谢。
12小时哦。你们这里有没有固定放鱼时间？有，我们是每天放鱼。每天啊，一二三四都是一天一次嘛。那个礼拜五两次，礼拜六三次，礼拜天两次这样子。有没有规定说几点开单？我们是一到四的话，就是早上6点营业到晚上10点。嗯。那你想要夜钓来讲，你就是晚上10点前进来，我们一样给你12小时，就是可以一样钓到隔天早上。我们礼拜五、礼拜六就是24小时。礼拜五、礼拜六24小时。对，按礼拜天的话，一样就是营业到晚上10点而已。哦。人家网络上说你们这里的水很清澈。水哦，对，我们这里是天然的池水，对啊，就是我们没有再加什么抗生素那种东西，对，有人会加药，我们都没有加任何药物这样子，就是天然的池水。也好像也不能打 ASA 啊、哦。不行，我们不能打 ASA。有没有限定用的？就是不能露牙那些，那一些饵的话，我有写在外面的规则上面。好，等一下你再看一下。今天早上6点放。对，6点。5点半，好，准备了。社长呢，觉得好像王斗的旁边是兵家必争之地。社长是靠功夫的，来去对面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钓对面了。好。满满的都是鱼耶。社长赶快就位昂沙，明白了，应该今天是用活虾就可以了。那昂沙的话应该是要用白虾肉，那我知道怎么对付它了。又是遇到一个12小时的，如果今天我有办法撑到中午就算厉害了。刚老板呢在这里丢了3只石斑，好像钓虾场一样冲线头。我来试试看。哦，鲈鱼，鲈鱼，这水也太清了吧！来，钓鱼。来，哦，老虎斑，我钓这个是斑。快点，给关起来！快点，我强啊！我把它关掉了。好啦，我可以回家啦。龙虎飞尾，开心。耶！真的被你中了哦。耶、yeah.。你为什么也在钓他几尾？你钓几尾啦？三尾啊，不然几尾放进去？放进去嘞？他是这较紧较好钓。我爱要吹啦。好嘛。爱要吹。啥价？还好。你好正啊哈。喂，要不？12点钟你这么钓半点钟，还敢钓三尾？你安尼袂使等。回去，我真的钓不到鱼，你回去。我觉得这个杀手啊，他怎么找鱼的？他是用狼的，用莲花跟他脆波啊呢，一步一步一步，没有他就狼一下，没有他就狼一下，一直走。钓鱼真的要早点，还有勤狼饵。太狼力了，真的有差哦。
觉得这边钓还蛮舒适的，至少说地很平啊，不用穿钉鞋，好吧？然后鱼又很多，今天有钓到金目鲈、乌龟、黑牛、昂沙，还有鹅缸，鹅缸还不少。哦，鹅缸每一只都一斤多，很大只。我觉得这里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。然后我觉得这里哈、哦，真的是一个练功的好地方啊。像今天西南风浪很大，都可以来这边练功。这边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可以学习很多钓法的地方，因为它下面有障碍场，所以有障碍场才会有 OK。我今天也钓了很多次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多练习那种障碍场会比较好一点。What?土土呢很聪明，怎么说聪明呢、啊、因为现在别的鱼没有咬，土土呢现在就够虾仁对付黑公，这符合正常的标准是吗？有什么鱼钓什么鱼。对，没错。我们来海钓场哦，没有一次说一到钓场就一定会抱桶钓回家的，所以要观察很多的鱼种啦，或者是用饵啦，要怎么钓，现在咬什么我们就换什么。社长上次说一句话，有什么鱼就钓什么鱼，要勤换点啊，这是正确的海钓场钓法哦。除了钓点和位置，还有鱼种这些钓法以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度。你深度一定要调对，你不能整天在半沉或者是底沉。你要针对什么鱼种的时候，你就调到它的泳沉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好噻，对吧？卡卡拉拉的，我你话卡拉拉灰灰的哇！呼呼呼，有个半出来，第二卡冰箱满了，太夸张了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好啦，现在已经中午了啊，看看今天钓多少鱼了，好不好？来，
来，看看我们三个杀手好不好？来，你干嘛呀？想够多了没？够、哦、啊！太棒了，还没有钓满十二小时哦，没有钓满十二小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中午哎，吃饱饭而已，六个小时而已，六个小时而已啊、哦！鲨鱼会很累。原来社长那个开箱海钓场呢，请在下面留言了啊、哦！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喽，有我的频道，请在下面帮忙订阅、这边个赞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到哪个海钓场，请在底下留言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杀手来去开箱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假日第二次放鱼哦。老板又放鱼了。是啊，十二点又放鱼了。要不要钓？我。如果你是钓鱼人，你会再钓吗？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内容。社长今天开箱的是深港一池休闲海钓场哈、哦、，Google 就可以到了、哦。深港一池休闲海钓场了、哦、哈、哦，欢迎大家来这里试试看。你说实话，好钓。还好，你们两样钓还好，真的要技术啊！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，你用中东铅丢着不管它，这么看竿头，嗯，钓不到，嗯，找点，找位置，对，找地形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巡一次，用对浮标，对，用对饵，像我们就从那边钓，一直钓，钓一圈，然后再回来就知道大概怎么钓。别一直在那个地方死在那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在那边钓不到，就是一天就在那边钓不到。对，怪在留言说。什么梅雨什么之类的，你看阿贝啊，你看阿贝钓多好，偷学阿贝啊，来不会还有一招就是看别人怎么钓，阿贝一直中鱼，我们就可以看他怎么钓，学他的技巧。